航班的客舱经理吴文佳，欢迎搭乘中国东方航空班机前往金浦国际机场。从上海到金浦的飞行时间大约需要1小时40分钟。现在飞机已经开始滑行，请您系好安全带、手机小手板、调制椅背、两排遮光板，取下耳机以及座椅垫上的数据为明显。请确认您的手机关闭或处于飞行模式。您搭乘的航班具备空中 WiFi 服务，欢迎体验。同时全程禁止使用充电宝、锂电池移动电源、微电子设备充电，并确保充电宝电源处于关闭状态。日您放置在行李架或随身行李内装有锂电池的电子设备，请妥善安置并关闭电源。如果您的电子设备滑落到机体内，请联系乘务员协助寻找，不要自行移动座椅，以免设备损坏。飞行全程中禁止吸烟，包括电子烟，请从未产品。为防止意外经过，请您全程系好安全带。在飞机到达巡航岗位前，系上洗手间将停止使用。如您有发热等不适症状，务必告知乘务员。航程中请不要随意更换座位。为了您的健康，我们建议您全程佩戴口罩，做好手部清洁及消毒。本次航班的公务舱、商务舱还有个别座位可供升舱体验，如果您需要办理，请联系客舱乘务员。感谢您一直以来对中国东方航空旗下上海航空和天河联盟的大力支持。You are coming to the stars. Power vans are not allowed during the hot flight. For landfills and other legit market luxury passengers, please properly place and turn off the power. If you are luxury seven, get into the seat, please count the counter. Do not move the seat to avoid damage devices. Smoking on board, including e-cigarettes, is forbidden.If you have symptoms such as fever, please
related to China Eastern, a member of Daiting Alliance. See you next time.